去公司帮他们把门弄好啊，开始帮他们擦黑板啊，弄桌子。哎，老板呢？我以前是11点半才到，吃个饭，下午去打麻将，晚上应酬又长喝酒，然后这就是我做生意啊。为什么？靠着福报在赚钱，不是靠着我的能力啊，因为我的能力都用在赌场里面啊。我连玩股票都觉得很痛苦，那不是我控制的啊。所以那是后来我修行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就买一个草席，买个草席干嘛？到公司睡午觉，躺在地上，然后先把公司弄好，开始服务他们。在家里我就负责，我老婆不用，我跟她讲，你不用洗衣服了，我会了，洗衣机丢下去就 OK 了。洗衣机是不会吵闹的老婆了。不是洗我的衣服，洗全家的衣服啊！因为我要开始修行，要开始让家里的人认同我啊，变成一个最孝顺的儿子，最尊敬我岳父岳母的好女婿，最爱太太的老公，最爱儿子的爸爸。我这样讲，各位记起来啊，下回你要出家把这个成绩单拿来啊！因为如果一个小小家你都服务不好，你小小的公司你都弄不好，跟人家合不来，你说你要去度众生、爱世界、爱众生，有可能吗？不可能。啊，你的人性上可能有一些问题。所以在这一点，我们讲念佛是要让佛入心，你就会产生力量。甚至有人跟我说：“师父，那你帮我查一查，我有几个堕胎胎儿？我已经修行很久了，我念经也很久了，我要参加什么学会很久了。结果我有一些菩萨会看一查，3个堕胎。我还问他，真的三个吗？师傅好厉害，你怎么知道三个？不是我好厉害，是那永远都在你身上。那你说你修行那么久，你为什么连个3个堕胎胎儿都超度不了？你还在修什么菩提心呢？”啊，你还在修什么伟大的理论哦？还要修什么大圆满、大手印在这边冲哦？啊，那为什么？因为你连小小的你自己亲自的冤亲债主胎了，你都感动不了他，你怎么去所谓超度众生呢？为什么？因为用一种分别心在修行。我现在加行，那天有2个居士师傅跑来找我，我已经拜佛10万拜了，这样。我说来，10万拜，外面人很多哦，你就跪在那边。你们好，你们好，你去跪几跪跪跪几下就好了。拜佛10万拜是要消除我慢，从内心里面尊敬众生为未来佛，而且呢，累积广大的福德资粮，让我成为土地的奉献者，像国王一样。这个国王是要奉献这个土地的。如果你拜佛，你认为你在数字上得10万拜。那我赢过，还有人问我一句话，让我无以回答。师傅，请问你4加行做完了没有？我怎么回答呢？我真的没做完呢，因为我回答没做完，他会看不起我。那我回答说我做完了，那我不骗他吗？那不行。我只跟他说，我们的加行是在日常生活里面，吃个饭、倒个水都是加行。啊，这是我们汉传佛教，我们叫毗尼律要。你每天要洗手啊，要洗脸啊，穿衣服啊，要上厕所啊，都是一个菩提心的加行。啊，都要会念，当愿众生，上厕所的时候，捐除去贪嗔痴，捐除罪法，看到老人啊，希望他消除病苦，离诸乖真，都要记得念，因为你不念，看到一只狗。当愿众生皈依三宝，发菩提心。那你要每天要修几百遍，从早上睡醒到晚上睡觉，每一个动作都是个加行。我觉得这个非常好，因为什么？你没有脱离现实人间的加行，所以你才不会放弃这个世间，去追求自己的高傲。我修的法比你高啊。所以，当你认为这个法比这个法高的时候，你已经是知见有问题了，没有平等心了。
对感冒的人，感冒药最重要，不是哪一部经啊。所以我认为各位在这一点，那你必须透过你实际的生活去了解，也透过众生的需要去给他需要的东西。你不能说哎呀不要执着，万法皆空，哎呦现在生病不要执着，万法皆空，现在就还没死啦啊，他应该给礼物就给礼物，他应该给温暖就给温暖，要送花就送花。如果我来到，我昨天来他们门口拿了花，拿个哈达，至少我还想说，嗯，大家尊重佛法，谢谢。他们也说，师父不要执着，自己进来吧。那我们佛教就毁了，不要造佛像啊，不要什么供养啊，不要什么礼忏啊，什么都把它消灭掉就算了。啊，所以各位呢，智慧不离开方便。啊，所以心诚。那当然身体就恭敬嘛，对不对？对别人的尊敬。所以一个人为什么尊敬别人？只看到对方的优点。一个人为什么看不起别人？耿耿于怀对方的缺点。但是缺点的背后都是佛性，都是空性。所以请问我们这些众生可不可以去极乐世界？可不可以成佛？没有问题。我们用一心来为他们念佛，不但是为这边，这里面的牌位啊，写了很多很多地方的，所以我每天在房间啊，我都会一直写牌位，我就一直想啊，因为你要跟世界接触，所以各位不要不看报纸，不看报纸代表你没悲心，你随时也很想知道你妈妈现在身体好不好，对不对？吃药有没有用？那你要看报纸。你要了解这个世界哪里发生什么事情，所以那你要找出佛法来对治它啊！哦，法国巴黎欧洲的高气温怎么办？哦，那是一种嗔恚心，一种抱怨而来的，所以我要发愿，这个叫自我功德力。从今以后不起嗔恚心，不抱怨，然后要祈请佛力，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诃萨，最好赶快下雨。Om Mayola Giranti Sabo， 请孔雀明王来下下雨。啊，而且也希望当地的老百姓碰到日光的时候有一种反省的心态，然后呢，阳光可以转为不动佛的加持。念一下：诸缘不动，无嗔大悲，佛光普照，南无不动如来。所以这些阳光就马上转为清凉，变成一种超度。所以我们要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与我们有关。我们今天讲爱世界爱众生，我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何必这样做？我过得好就好了。这个就是一种责无旁贷，叫责任。所谓大乘佛教是所有世界众生的生老病死离苦得乐是你个人的责任，不要依赖别人的承担啊！你要承担起整个法界众生离苦得乐的责任，所以你要去了解他，接触他，你要法门无量誓愿学。所以那为了这个事情，所以各位要经常去写牌位，只是一个代表了，怕你忘了，而且祈求大家的力量。我们今天所有人都有个佛性，用这种菩提心、慈悲心来念佛，这里面有一百个人，有没有一百尊佛啊？不止一百尊佛，因为呢，一佛出世，千佛护持。一个人发起了一个为利益众生而成佛的心，十方诸佛会不会来加持？十方诸佛皆欢喜，意念就像意念他的眼睛一样的守护着我们，诸天也护持我们。一个人发心。所以我师父呢，在我在家的时候，我要出家，他就给我告诉一件事：如果你要出家，有两件事情。第一个事情就是出离心，你对世间的爱染放下了没有？啊，第二个就是菩提心。所以我师父特别为我讲《优婆塞戒经》，讲菩提心大宝积经，他要我去以菩提心去受戒。但是菩提心的基础是出离心，你对世间特别。钱呢、啊？因为我是个生意人呢、啊，然后呢，我也有漂亮的太太、小孩啊。我这个人又爱钱，还爱赌博、啊。
我不是喜欢花钱，我是喜欢输钱。赌博从来没赢过，啊，但是觉得这个对自己好像我是在折磨自己这样，失去了，然后看自己能不能风度很好，啊，都在跳楼的边缘这样啊，保持平静，平静，而且事情这个输光了还不能让家里知道，啊，因为我赌博都用我的私房钱。对不对？对家里所有的这一点，各位，男人好赌可以，你如果爱赌，但是你不能影响到任何人，公司的财产、家庭的开销，你能够不影响？所以我很厉害，我赚的是两份钱，应该讲三份。我太太那边一份，她觉得满足了。我自己有一份赌本，另外一份呢，是我对父母兄弟的永远，因为我觉得女人呢，我顺便讲。我如果给我爸爸妈妈兄弟钱多一点，他们心里就叽叽咕咕这样。你们家四个兄弟，为什么你每次都要拿最多？如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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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我说，不然他的名字不叫女人这样。我之所以娶我太太，这个原因也超越这个。有一次我开支票90万台币，那时候刚好那一天赚了90万进来，我就开支票90万要供养我师父盖寺庙。结果我过去的太太拿了这支票以后，她把那张画擦擦，我想了，天哪，叫我不要布施啊！哇，这么狠！结果她又开一张100万，她说要么就凑100，佩服，我赚90万，对不对？哦，你开100万，哎，怪不得你做我太太啊！我佩服你，她比较男性化，我的太太比较男性化，个子跟我一样高。外表比我漂亮，啊，但是唯一的缺点，他就是太爱我而已了。对，我是他生命的弱点。为什么？你执着，你就会痛苦，啊！但是无论如何，各位在这一点，我这样讲是各位，你要把你的修行做给别人看，你不能孤芳自赏，啊！你不能，反正我是修行人，你管我头发洗不洗？你管我衣服好不好看，你管我走路好不好看，那你就不是大乘佛教。大乘佛教是佛以他的身口意的各样的圆满庄严来度众生，穿衣服走路写字，很多师父不要叫我写字，我写字很丑，你没修，没修就好好念啊，师父我讲话不好听，你没修，因为你要成佛，身口意三圆满无过失，你才能够成佛。所以成佛很有意义的，啊，三大阿僧祇劫的精进很有力量的，而且这些资粮，你现在所做的一切一切的造的业，这个业的力量会不会跟着你？永远跟着你。不要让恶业跟着你，但是我们要照进所有的善业，回向众生，变成一种敬业、庄严，生生世世跟着我们。就像我回来英国，我认为我在英国投胎很多次了，然后呢，反正回来就是要来还债的，也来累积功德的。过去带他们念耶稣基督，现在改成念佛陀，这样啊。所以如果升天呢，已经升天，还没有升天呢，我们直接带他去极乐世界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就是我也记住我自己了，因为每次跑来跑去会有一些变化无常，但是呢，这个变化无常不要让自己起心动念。为什么？灯如果亮了自然就有光，这样。所以各位，你最好在头上点一个灯，然后一生气，哇，它就熄掉了啊！你洗洗之后，你嘣，它又洗掉了，这样你才知道你有没有在修啊。那事实上，这个就是自我观察力。自我观察力就是一个有觉性的人，他知道什么是亮，什么是暗，什么是无明，什么是智慧。你要有那个觉性，这个觉性就是我跟佛的心身口意是一样的，这个叫觉性。不然你就是迷。所以各位要保持一个觉性。那这个觉性。当然你多看经典，佛怎么想，佛怎么做，佛的功德，佛存在的意义在哪里。你念地藏经，那你要认为你就是